好，第七题的话，它说步枪质量是大 M，小枪，那里面装有质量 M 的子弹，哎，这是枪，里面有子弹，好，所以子弹的质量是 M，枪的质量是大 M，哎，子弹质量是小 m。好，发射的瞬间子弹飞出去，这时候子弹会飞出去。子弹速度多少？他说飞出去的那一瞬间，子弹速度是，我们设它为 v。请问，那我们都知道，因为有反作用力或者说后坐力也好，喂，枪会往后退，那枪往后退速度会多少？他问，那我们就设 v 方了。哎，一样用动量守恒来算，哎，动量守恒，所以直接马上算，OK，一开始两个都怎么样？两个都不动啊，OK，一开始两个速度都是等于零，所以我们需要 p 原来的会等于，OK，后来 p 小 m 加上 p 大 m，一开始是小 m 加大 m，可是速度等于零，所以乘零还是整个还是零，然后呢 p 小 m 的话就是小 m 乘上 v，小 m 乘上 v。大 M 的动量是大 M 乘上 V prime，题目要你找的是 V prime 哦，OK，要你找的是 V prime 哦，所以移项一下，负 MV 等于大 M V prime，所以 V prime 等于 M 分之小 M 负，然后这边乘上 V，结束。